王麒麟开心比赛，台湾羽球男双林洋佩拿下五连胜，成功挺进四强，赢球后的好心情全都写在脸上。一开赛的时候我蛮专注的，但后面精力有点掉的时候，所以在第一局后半段，好险李阳有强势的把局势控制回来。他打得还不错，对，其实今天就是我们刚好一人一半吧，就是他失误的时候我状态咬住啊，他我失误的时候他状态咬住，其实真的蛮艰辛的。两人都说是靠队友力量才能赢球，李阳佩这次被分到死亡之组，却关关难过关关过。对手丹麦、中国、日本和美国都是世界前十的好手，今天还要对上世界排名第二的丹麦男双，争取金牌战门票。我觉得就是超乎预期吧，因为毕竟我们一开始抽签的时候抽到死亡小组，其实自己没什么信心，因为我们状态其实都起起伏伏。那很开心小组能四连胜出现，再加上今天的胜利，那希望可以继续努力，然后朝奖牌迈进。我一直很平常心，像我。前天我还是到我山上那边去种种菜啊，当然希望他们能够为台湾在这个让国际上能够看到。一路以来看着林洋佩的努力，王爸爸保持平常心，也期望两人表现能让世界看见台湾再度拿下奥运金牌。明星文纵导。COVID-19 来势汹汹，民视新闻为您提供最正确的防疫资讯，赶快拿起 MOD 遥控器，自选50，自选20，加入民视新闻台。